大家好，我是吉林养牛胡哥，是咱们养牛户最忠诚的朋友。进入夏季啊，这件事看似非常小的一个细节，非常小的事，但是可以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。那就是像苍蝇、蚊子、虾蜢、草爬子叮咬咱牛。叮咬咱牛之后啊，咱们牛疼遭罪不说，而且呢，像这种苍蝇、蚊子、虾蜢、草爬叮咬咱牛之后都吸血的。像最近呢闹得最凶这个牛的结节病，它就是通过蚊虫叮咬之后通过血液传播的。而且你像牛的布病啊，还有牛的血虫病、绞虫病，都可以通过说这个蚊虫叮咬之后通过血液传播。所以说这蚊虫叮咬看似小事，导致后果非常严重。咱们预防苍蝇、蚊子、虾蜢、草爬叮咬咱牛，咱可以用新蚊猛布叮，提纯工艺，药效加倍，孕雏可用，怀孕们都可以用啊。具体用法，这一瓶兑30斤水，再加上100毫升的醋精，混合喷洒牛身上，持续驱赶蚊虫，效果4-30天。每晚8点直播啊，分享养牛技术。